三星折叠屏手机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八百，才五百，你再说话一千。你还想叫人？谁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第五代，谁能不爱？找回状态，脉动回来，脉动邀您观看西出玉门。吃出来的胃痛就用新三九胃肽，邀您观看西出玉门。西姐早，你那车不行，把车留这儿跟我拼车。我车怎么了？昨儿嫌弃我没有法律意识，今儿嫌弃我车。到红柳之后，飞当会有另外一台车，你这个车不适合进沙漠了，可能连信阳都到不了。哎，别。西姐，星阳那边酒店我都安排好了。我吃住不跟你们一起啊，不用算账了。飞腾，他这车能进沙漠吗？凡事没有绝对，他开车技术真的很好，也说不准。他在这啃着馒头吃着咸菜，点这么多啊？还有肉。来，西姐。不要，吃这么多也没见得长得比我好看。我可真是纯是有爱心啊，但我怎么那么烦他呢？我因为他又穷又嚣张。怎么样，东哥，帅吧？可以。关键是便宜啊！哎，这跑沙漠绝对没问题。细节你看我的车，怎么样？这上面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架子就好了。哎，飞腾啊，我还有事要办，你帮我把行李先拿上去。
哎呀，阿姨，我来应聘剁手工。啊？你？刚来这儿就着急出来挣钱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在旁边吃饭，正好看见。我钱都给你了，手头不宽裕，人还是得有点钱啊，这样才不会心慌，还是得自己挣。现找的？随便一问，有活就接呗。看你这架势，身上有功夫。全身上下都是优点，我自己看我自己都喜欢。那你晚上干活，白天开车不受影响？影响吗？我哪次开慢了？行，你忙。又去刻皮子？刻皮子怎么了？不怎么呀，我就是觉得像你这样的年纪，正是吃喝玩乐大好时光，你把这个时间用来刻皮子，有意思吗？特别有意思，而且我就是要冲一个金刀奖。你这人怎么还记仇呢？那行吧，那你回去吧，不耽误您冲奖啊。晚上还去我那儿洗澡吗？什么？你浑身全是味儿。我不觉得。你随便。先去买补给，吃完饭后再找地方住吧。东哥，我去这个药店啊买点急救药，一会儿过来找你。行。随身携带了，我
说怎么不锁车门呢？哎，你看，是长东吗？对，就是他。真不要脸啊！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我还以为他都退圈了，没想到这风头还没过呢，这又出来带线路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这种人就应该封杀，让他带队就是犯罪。哪个傻瓜脑子进水了呀？让他带队，这不找死吗？你等着，我发群里边，一会儿就炸锅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那个傻瓜。哎，不是，现在人怎么都这么喜欢偷拍啊？还发到群里，这么一条事儿啊？不是，干啥呀？怎么了？这我的手机。怎么了？你刚刚不应该掉吗？这我应该捞他吗？还有你，刚刚骂我什么？我可没骂你，没骂你。不是，哎，我的手机。怎么了？你加呀。摔我手机！哎呀，别推我！买回来了。那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你跟昌东说一声，让他别去饭店，回去泡个面得了。我觉得他要挨打。挨打？怎么回事？西姐，我劝他别来了，他也不听啊。不过你别担心，东哥抗揍。我担心，他是向导，要是挨揍在这儿养伤，又得多吃几天饭，费不费钱？养不养伤你不都得知道？东哥，你昨天不是挣钱了吗？也不吃一些肉菜。被打伤的人才要吃肉补补身子，我不需要。不过我今天没有接活，你要是愿意出钱的话，我可以勉为其难给你当个保镖，救救急。打个折，500。我也不需要。500可以。你说。在这边，走，走，走，哪儿呢？哎，这是他吧？是是是是是。船东，真的是你？谢谢谢谢，赶紧去帮忙。你自己认错头，还好意思找我帮忙？大家伙不行，你行吗？你去了马上解决。我没帮他吗？我让他躲起来，他听吗？昌东，我侄子今年才6岁，明天又是他生日了。他天天问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你让我怎么回答？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。不是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还当初说我没有法律意识，还让我别惹麻烦，别耽误行程。行了，他也别耽误我行程。这要是被打断一条腿，明天也得给我进沙漠。这要是进不去的话，就打断他另外一条腿。我给他配个双目，我让他左右。几条人命啊！说话呀！你们要的是钱吗？是钱吗？话，你还有脸吃？没事了。叶刘希啊！今天我不想惹事儿，也不想挨揍，你帮我。800。才500。你再说话1000。你还想叫人？谁进？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姑娘，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我们要找的人是他，以后别伤着你。你给我出来！都往我身上招呼。谁呀？你谁啊？我老实告诉你们吧，我是他专门请过来的，全国3届武术冠军。像谁呀？我还李连杰呢。走，出来！这地儿太小了，来。咱们换个宽敞的地儿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雀巢咖啡招牌美式，清爽提神，好喝零脂。这次我龙之一定要赢。龙之准备了。雀巢咖啡招牌美式，龙之脱困绝技。川东，
你躲在他后面算什么事儿？别着急啊，大哥，你现在是在跟我打，等你打得过我之后，你怎么揍他都行。行，姑娘，不好意思了，有点轻重。别浪费时间了，一起上吧。上，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打就完了。打吗？你们知道他来干什么的吗？啊，不知道就动手。我这次来是要再走一次山崖县，去找他们。你能保证找到吗？是啊，说的对，是。保证不了，但这次找不到会去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找到为止。那专业的搜查队来了都找不着。再给我次机会。程东啊，人都没了两年多了，是不是？这次就算你干了回人事吧。说到做到，别怪我们看不起你。程东，我们就再信你这一次。就这一次。走。走，走吧。走。刚才谢了啊，东哥，我先去办入住。哎，季姐，帮你开间房吧。不用，我这小红车睡挺好。程东。我也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件事，你别多想，好好专注这次我海龙，咱们海龙队的事情上，往前看啊。没想到你还会说两句软话。那还不是看你可怜兮兮的吗？说的好像我多冷酷无情似的。武术冠军，我该给你多钱来着？500。你想耍赖是吧？啊，说了800就800。多了200，还给你，不需要。哎，东哥，这叶刘希在楼下自己在这炖排骨呢。绝了！哎呀，闻着还挺香。哎，你说他也够逗的哈、啊。你说放个酒店不住吧，飞个车里睡。有好吃的不吃，自己飞人弄也不嫌麻烦。哎，这哪像是有少少黄羊的人？飞腾，嗯，想不想喝碗热汤？香啊！
一碗一百。再说，1930年7月，一位甘姓男子忽然闪现在樊总室的街头，被警察询问时，男子称他上一秒还在达尔坡探险，下一秒就闪现在樊龙市闹市区。其中一个热门猜想是，该男子可能我去买票。买这儿票？这小学时候就来过，还看？我想看。多少钱？40。多少？40。我请客。那要不多进几次？我进去一次，我出来一次，我再进一次。你图啥呀？我图我心里舒服。两张玉门关。去就去。3张票，去哪儿？3张120，我姐，给钱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来，打把伞，这是太阳毒。大家往里走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著名的遗迹，古代锦绣之路就是在这里南北分道的。从北边西出玉门关，南边西出新阳关，这两条道路呢都是非常艰辛的。为什么艰辛呢？因为他们都是。不是说这边使者跟商队络绎不绝吗？我想象中玉门关应该很大呀，可以看一下。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就存在着你想象的另外一个玉门关，那个玉门那也是挺。知道为什么东哥非要来这儿吗？我猜呀，这一定是他跟之前那未婚妻孔央定情的地儿。现在女生都这么好骗啊？主要是东哥帅，是吧？东哥，是在这儿定的情啊？西姐，讲。哎，你说这东哥是不是太专制了？这沿途那么多好的风景，你说他也不停车让咱们拍张照什么的？感情他想看个地儿，他说停就停，那还得陪他。咱们怎么一点话语权都没有？你看咱一个劲儿的往前开。你做人能不能体谅一点？啊？你看不出来啊？连我都看出来了。他现在走的这条路跟之前那条路是一样的，你就不允许别人堵着私人一下吗？喝醉的人三次吧。干嚎两声，挤两滴眼泪。没准你现在就在车里哭呢。懂事儿，今天记着谁就等谁，听到吗？叶柳溪，我都听到了啊。听到就听到呗。哎呦，东哥，这手台怎么三台连在一块儿了啊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这。看着这风景漂亮，老师能拍张照。没事，那继续开吧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前面就是流沙河了，这儿已经是达尔坡东缘了，马上要过百里长流沙带，风大的时候黄沙飘滚，像急流水。一会儿给车轮放气，胎压控制在1.8左右，起步就换挡。如果车身变沉，就是有陷车风险。立马降档，加松油门，紧接着再踩。
我怕你那车过不去。这段咱俩换车开呗。啥？啊。晚上你们俩出事儿，你呢？去趟额头沙坡子。那有事找你怎么办？那打不通怎么办？不可能打不通。放心，七姐，只要没风，顺着他车的印儿能找着的。那问题是，咱这样的一个人去啊？那你怎么不去？我胆儿小，我不敢去啊。那地儿能睡吗？再说。走吧，早点吃饭，早点睡。我睡车里啊，我习惯了。来，再高点。哎，大伙安静一下啊，都往一块坐一坐。让不让人睡觉啊？我们捋一下接下来的路线啊。明天呢？你说我重庆啥好不好笑？老啥聊聊。哎，领队，那路线图上不是还标了额头沙坡子吗？不去吗？路线图是老的，那个地方啊，我们已经不去了。哎，哥们儿，那地儿不能去啊！你没听说过黑色山茶啊？死了18个人呐，多晦气啊！额头沙坡子，自从黑色山茶事件之后啊，已经废掉了。听说是近几年来沙漠探险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。还有那个领队，这不是害人吗？真过分！哎，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险啊？险倒是不险，额头沙坡子那个地方啊，本身就很少刮风，所以啊，额头沙坡子是这个沙漠里头极少有的安全避风区。那个领队呢，带人去那里扎营，完全正确。他的运气不好，遇到了超级沙暴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其实这事儿之所以后来闹那么大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山茶的微博。他说所有的人都不想去那个地方，唯有这个昌东他执意非要去那儿，所以说只能说这些人是太倒霉了。哎，七姐，哎，七姐，哎，七姐，无边天山白，无惧风沙共闯关。淘淘养棉卫生巾，邀您观看西出玉门。
存的记忆随那风沙而沉睡，当选择继续为征途坚定无畏，当规矩的世界与平行现实相配，让彼岸蔚蓝满三川相遇。寻世间沉醉，重生间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，只有踏入千转那把剑不觉纷飞，只为万心无愧。众生间为爱与所谓百转千回。